好意思，我们知道今天就是非常悲痛的一天。那当下我知道家属就是跟医生商量说，想让志伟在他们心。但是一路以来，志伟都展现非常惊人的意志力。那大概今天早上是什么状况？状况这方面，我想就请医师来做解释就好。那我想志伟他一直都是非常的努力。那他可能解释到自己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，那他也不希望给妈妈带来后续太多的困难，因为复健是一条很辛苦的路。那他选择就是让他自己，也让妈妈可以轻松一点的方式。那他选择是就这样去西方的世界。那我在这边先谢谢大家对社会上这么关心这件事情。那我在这边也很感谢台中总统还有板桥亚东医院，可以在志伟受伤的时候第一时间做这么完整的一步。谢谢大家。然后我还有一个希望，就是对于这件事情后续的追溯，我希望大家可以一定要给所有的伤者还一个公道。那也希望其他还在努力的年轻朋友们要继续加油，继续坚持下去。谢谢。最后再跟志伟的律动上面再开开。那在最后一刻，你们当时告诉他说些什么？就是希望他可以脱离这个尘世间的痛苦，那不要再就是在 DYDY 这个尘世间，那可以脱离这个苦痛，那也不需要再留恋在这个地方，可以到西方去这样。